这一次开幕式，我们是把体育跟文旅做了一个结合，大胆的把运动会从体育场搬出来。这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在历史的遗址之上来举办的开幕式。在做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也在想，怎么能够带给观众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感。 那么开幕式是一种体育的展示，让开幕式镶嵌在一个文化氛围很浓的，而且我们的年轻的活力的开放的城市里，镶嵌在繁华的有烟火气的古都里，所以整个现场我们是以古都T台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呈现，我们又有一个非常有艺术性，而且有着现代感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建筑日晷。 它代表着时代与历史的对话。我们也希望用这种倒计时的方式，其实能够感受到的是从古老回溯到今天。同时，通过这个有科技感、现代感的这个日晷，我们又希望能够去拥抱未来。8月18号，让我们带着体育精神，相会神都洛阳，共会美好未来。